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 Joanne，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我近期刚刚完成的一个个人品牌形象课。我是经营一家木质托盘企业已有16年的行政人员，我特别喜欢学习，热爱上课。因为 MCO 待在家里时间长了，偶然的机会下在 Facebook 看到 Evelyn 老师的形象课，就决定参加了。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类似这样的学习，但这一次却给我很不一样的体验。我本来以为学习形象一般都是匹配适合自己的风格人设，再来就是服饰穿搭，原来 Evelyn 老师的课远远超乎这些。我的生活一直很忙碌，每天赶来赶去就是处理不完的事，时间久了我也忘了我自己是谁。很开心也很意外，竟然在这一堂课找到了我自己。我很感谢 Evelyn 老师很用心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切入点，帮我们找到自己的价值与风格导向。我觉得这是我受益最多的。方向感有了，信心慢慢建立起来，我开始做了一点一点小突破，学拍视频，没有卖东西，就短短的一个简介，个人简介，没想到一 post on LinkedIn 就开始吸引了比较有素质的员工履历表申请，这是我意想不到的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想找到自己，突破自己，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，我真的推荐你来上这堂课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成为心目中的女神。加油！